2022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我们按照名次统计一下，骄傲的站起来。第一名，100分，小爱同学。啊，好。第二名，80分。2022已经过半，感觉很多朋友好像在法环之后很久都没有找到特别好玩的游戏了。2022年的游戏阵容好像没有去年预想的那么强大嘛。旷野之息续作跳票E3也没画出什么大饼。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游戏定格在了6月30号的《怪物猎人崛起：曙光》，绝绝子。但是不要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在这片干涸的游戏沙漠里挖了挖，还是挖出了好几个在沙子里默默发光的好游戏。虽然他们建起来的水花不大，但他们在自己的类型里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了。我敢不负责任的保证，绝对有你没有玩过的。走一个。第10名，忍者神龟施莱德的复仇。前段时间，感觉上了点年纪的朋友。有复古情怀的朋友们都在组队玩忍者神龟。确实，我一看到这熟悉的画风、熟悉的音乐，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还有熟悉的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多纳泰罗和拉斐尔，我当场就买了 Switch 版，并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偷偷游玩。虽然它 XGP 免费，虽然和小伙伴们联机玩才是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游戏的像素风画面相当漂亮，很好的还原了记忆中 FC 版的游戏画面，但是现代化以后的样子。整个游戏流程不长，关卡也不难，特别适合和老朋友联机叙旧玩。反正打起来的场面都挺混乱的，浑水摸鱼，重在参与，就很热闹。第9名，《地平线：西之绝境》，前有旷野之息，后有老头环。地平线又命运般的和别的开放世界游戏撞了档期，但其实它是一个还不错的罐头游戏。末世后的31世纪，人类部落与机械兽共生，先进与原始共存，这种错位文明的设定还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配上相当次世代的画面。当你骑上抓来的机械兽在草原飞奔，或在天上翱翔，光是眼前的美景就足够令人着迷了。再加上《西之绝境》里的配角刻画的也是不错的，你能很容易的就从 NPC 的言行里察觉到他们的情绪、性格甚至信念，让这个科幻世界变得更加完整。总之，它挺适合找一个心无旁骛的下午，躺在沙发上，像看美剧一样慢慢推进情节，休闲玩一玩。第8名，《Rogue 遗产二》，正如其名，是个非常典型的横版 roguelike 游戏。为了光复王国，你需要下到每次都会随机变化的地牢里打怪赚钱，熟悉敌人的攻击模式，死了就重回到开始，然后希望下一轮能走得远一点。不过这个下一轮和其他游戏死而复生的设定不太一样，下地牢的是你的下一代。所以虽然民间直译是盗贼遗产，但我觉得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愚公移山。每次角色死亡以后，可以在3种随机的后代里选一个，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和技能，有些还有神奇的怪癖，让游戏变得很奇怪。比如有个性格叫巨星，会强制打一个聚光灯看不到周围。白棋呀，这怎么玩？哎，没有攻击哎，啊？就这样，我们一代代用地牢里打来的钱建设王国，购买一些永久性的提升，来让之后的后代下地牢更容易。一旦死了，就会被挂到墙上，供后代祭拜。这样看，我的每一次死亡好像都更有意义了。Rogue 遗产2的玩法和养成系统还是很扎实的，随机的关卡虽然感觉变化不大，但随机的后代确实能带来不少新鲜感。而其实前作 Rogue 遗产1是第一个出现的可以保留一部分货币购买永久性升级的 roguelike 游戏，后来多了很多像死亡细胞、哈迪斯这样的厉害游戏，这样可以被永久升级的 roguelike 游戏就被统称为 roguelite 了。这就是 Rogue 遗产1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不然像我这样的菜鸡，这辈子也别想通关哈迪斯和死亡细胞了。第7名，《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
说到宝可梦，今年上半年有阿尔宙斯，今年下半年又要有宝可梦珠子，一年玩两次宝可梦，每次都有新感觉。阿尔宙斯虽然没有那么正统，但却是我玩得非常开心的一代宝可梦。溜到宝可梦后面偷袭他们，果然比草丛里撞怪更好玩。在原野上切换不同的载具，切换不同的精灵球、道具、宝可梦，还能翻滚和收集素材，一切都变得丰富流畅。对于好多我身边刚买 Switch、刚接触游戏的朋友，阿尔宙斯几乎成了他们今年最喜欢的游戏，所以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几乎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第六名 Tunic， 这个游戏我觉得是今年上半年一个好玩不火的代表了。 Tunic 并不是主角小狐狸的名字，本意是袍子，比如塞尔达里林克穿的衣服就叫 Tunic， 所以这个游戏是很正大光明的在致敬塞尔达了。俯视角的冒险需要解锁更多能力才能一点点推进，故事要求主角去收集三个徽章，甚至主角穿的衣服都是绿色的，看起来就很像 2D 塞尔达的转生，也很像离我们很近的 Switch 版之梦岛。但它并不止于此，如果你稍微玩一点，你就会发现它还很像魂，战斗非常残酷，一样需要管理耐力槽，在篝火坐下来恢复和保存，还有和好多凶残的 boss 打得你死我活。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是啊，它是很像魂加塞尔达，看起来画面也不错，但是这个小狐狸它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不告诉你，你要自己去探索发现。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关于这个世界，你的目标，你的能力，所有都写在了一本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说明书里，但说明书被分成了一页一页，散落在世界各地，需要玩家去自己收集。这种玩法我是头回见，很创新，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 Tunic 和好多鼓励探索的游戏一样，知道的越少，游戏越快乐，大家赶紧去试试看吧， XGP 免费哦。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说明书的最后一页呢。第五名，师傅。曾经也觉得 From Software 游戏最难，直到我被师傅打爆。这个游戏推出之前我就期待好久了，也在好几个视频里都提到过，就是觉得这个游戏的人物动画非常还原，很有力量。玩了才知道游戏里死掉会重生，但会变老，直到老死。想床外呀。不过当你自己打出来以后，师傅就变得非常有成就感了，因为游戏里实际能获得的成长和升级不太能从根本上降低游戏的难度，所以其实如果你比之前推进得更远，那一定是你自己变强了。就像师傅的战斗打磨到了一拳一脚非常漂亮，应该会成为很多人的年度游戏候选了。第四名，星之卡比探索发现。如果我要送礼，卡比绝对是我的首选了，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适合大部分人的游戏，只要玩了就会收获快乐。而且事实证明，这次卡比系列的首次 3D 化做得相当成功，不仅继承了卡比系列一贯的简单可爱以及独特的张大嘴吸收敌人能力的设计，而且在变成 3D 之后，战斗和关卡都变得更华丽了，一个个小世界都很漂亮有趣，即使通关了很久，我还是能一下回想起来里面那个鬼屋，它明明就很可爱，却似乎是想要吓到我，更可爱了。如果你会喜欢耀西、奇诺比奥，喜欢马里奥 3D 世界，或者你想要一段非常轻松休闲的快乐游戏体验的话，星之卡比探索发现就是今年最好的选择。第三名， Neon White。一年以前，这游戏足足展示了3分钟的游戏实际演示，我愣是完全没看懂。它的主创是这么介绍这个游戏的 ：Neon White 是一个单人速通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可以献祭你的枪来换取神一样的跑酷能力。是不是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我也是。这游戏的制作人叫 Ben Esposito， 虽然不怎么擅长解释自己做的游戏，但做游戏确实很厉害。你们一定玩过他的上一个游戏，火遍全球的 Donut County。 既然如此，那我来尝试解释一下这个游戏。这是一个第一人称的跑酷游戏，有表和里两种玩法。表面上你要在关卡里捡到枪的卡片，有手枪、步枪、冲锋枪，用它们击杀场景里的所有恶魔，抵达终点。在移动的过程中，你除了可以使用手牌，还可以弃牌。弃牌会依据牌的种类带来不同的移动能力，比如手枪是二段跳，步枪是冲刺，冲锋枪是砸地。如果普通的玩，可能看起来就是现在这样，但如果按照这个游戏的真正玩法，那看起来就会是这样。
就是 Neon White 的真实玩法，速通。 Neon White 的大部分关卡通关所需要的时间都不到一分钟，通过合理的使用卡牌，找到最快的路径，最大的压缩通关的时间。 Neon White 把速通这样一个原本少数人通过辛苦练习寻找邪道漏洞才能享受的快乐做到了游戏里。当你不断地制定缩短时间的计划，一遍一遍完善自己的操作，执行速通的时候，就是这个游戏散发无穷魔力的时候。因为它真的能让你误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玩家，让你感觉自己就像速通视频里的大神那样，做出了非常惊人的操作，感觉自己帅呆了。当然 Neon White 并不要求你打出完美操作，毕竟一般人并不想真的成为速通大佬，只是想玩一下速通大佬模拟器。如果大家看到这里还是很难理解 Neon White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游戏，那是因为 Neon White 是独立游戏里非常偶尔才会出现的无法被定义的全新类别游戏。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没见过其他这样的游戏。 Neon White 在保持这种独特性的同时，还有非常扎实精致的关卡，移动流畅顺滑，绝对是今年最好的游戏之一。第二名 V Rising 吸血鬼崛起，这个游戏绝对是我今年上半年的意外之喜了。它虽然类型上是一个我们在 Steam 上已经司空见惯的生存建造类游戏，但是它又在所有的关键设计上和其他游戏截然相反。 V Rising 是吸血鬼主题，人类推翻了我们吸血鬼的统治，现在我们要卷土重来，一点点重建血族的帝国，是不是一听就很带劲？和一般夜里危险白天出去觅食的生存建造游戏完全相反，白天对我们是危险的，太阳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到了夜里，夜之王者们从黑暗中袭击人类的村子，立场一变，你就能体会到反转人生的乐趣。垃圾血才2%啊！哎呦，41%啊！这个纯呐！V Rising 把吸血鬼的主题融合得非常彻底。首先，吸血鬼怕太阳，而且还有血型设计。根据我们吸血对象的血液质量和类型不同，我们会获得不同种类的 buff， 鼓励玩家去寻找更加美味的猎物。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是，如果你身上携带银币，还会不断受到伤害，太真实了。V Rising 的战斗也是比较大的亮点，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战斗系统，有点像暗黑。通过吸取特定人类英雄的血液，可以学会更多技能。人类英雄 BOSS 的设计也都不错，很多还是很凶残的。按理来说 Steam 上现在应该完全不缺 Early Access 生存建造类游戏的，他们都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做完。但 V Rising 完全不一样，它虽然也是 EA 阶段，但却有一种基本做完了的感觉，有特别统一的 UI， 甚至有一个相当友好的教学引导章节，一直手把手的向你介绍基本的设施和工具，就像玩了一个做完了的游戏。这种感觉在2022真的非常难得。如果你玩过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那 V Rising 就是恶鬼斗勇者创世小吸血鬼，当然最好是要有人跟你一起玩，那它绝对能够成为今年上半年体验第二好的游戏。第一名，艾尔登法环，毋庸置疑，毫无悬念，实至名归。从刚发售连玩一周，到后来陆陆续续慢慢玩，每一次打开艾尔登法环，它都能一下把我抓进这片会呼吸的大陆。艾尔登法环是开放世界的又一根标杆，是真正把世界当成世界来刻画的第二个游戏。交界地峰峦叠嶂，巧夺天工，道路转角每过一会儿就会出现惊喜，好像无穷无尽，将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推向极致，每个人都能在这里体会到最单纯的探索快乐。对我来说，艾尔登法环有一点非常遗憾，就是你只能真正体验它一次。你可以通关很多次，用很多种职业玩法做不同的分支选择，但你只能真正体验它一次。虽然没办法重来，但是对我来说，我也留下了许多足够让我很长时间如数家珍的记忆了。那些发现，那些惊喜，那些故事。剩下我能做的就是给还没有玩过法环的朋友们，你们留下一张字条，前有绝景，敬请见证。好了，除了详细介绍的这些游戏，今年上半年我还小小的玩了一下小蒂娜的奇幻乐园、三角战略，还有史丹利的预言终极豪华版等等。2022年的上半年可能没有那么百花齐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期待已经到来的下半年。 You are not alone.